Hello 韩吉，好伊。Hello www， 你想我了？你应该在日本玩的快乐吧？好冷哦。小伊 ，Hello 灰灰 ，Hello 微微 ，The 微微，冰车选 ，Fun Play， 艾萨克，他补晚安 ，Sam 晚安。颜色都出来，你说我的头发吗？是有点乱。嗨，阿雄，谢谢韩吉分享直播间。我在想，明天要绑什么比较好？不想上班。晚安，新野人晚安。好冷哦，怎么突然变这么冷？2万台币，为什么？你起来发抖，穿外套啊！谢谢冰人送甜甜圈 ，Gordon， 晚安。我现在手脚冰冷。我刚吃完牛排，好，我现在又不知道要干嘛了。今天要做什么？今天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也好像不是什么都不能做，就是好像没什么事可以做。谢韩吉送一颗星。今天就有一封信，小号叫四毛晚安。今天要吃晚餐，吃什么？那边很冷，假装那些假晕中，假晕中。你在这里很久都住了，你已经在我的台已经待了不知道多久了。Hello。我刚刚做梦好像在梦，但我忘记我梦什么了，就是那种很什么，我也不会讲，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我就记得那个梦，我一直醒来，好难过，我每次都想不起来梦到什么，煮饭家常菜吧，哦，自己煮吗？很赞欸。假作真实真一假，你刚刚喜欢我，热粥，这天气要吃火锅，你为什么变少姨了？吉米粥，梦不要记得比较好，为什么？这是有什么传说吗？传说，夜口 sky hello 可乐，生日快乐。夜空，记得越前会越累，难怪我这么累。嗨，七月，煮给家人吃，很赞欸，我觉得会煮饭的男生很棒。Blanco， 因为我爸就是一个会煮饭的人。嗨，小小，说你吗？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你从来没有出现过欸，你都几点前没睡都很累。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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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被 Les Sir Laughing 的那个 Perfect Night 洗脑，因为限动不是限动 ，IG 的 Reels 一堆人在那边跳。夜看上一颗星，谢谢赞美。什么谢谢赞美？你说会煮饭的男人很棒吗？
点点点点，好害羞。伊迪 ，Hello， 日久生情。哎，你们那个赖群啊，是要怎么加进去啊？你们那加进去什么什么规则吗？没有啊，我只是很好奇，什么样的人会加那个群组？这什么邀请制是不是？没有被邀的人就不能进？一个拉一个啊，这样可以干嘛？没不知道啊，不知道可以干嘛？要偷偷潜入观察？没有，我只是问一下呀。在你眼中我看到星辰，你眼中我看到我找到了像。算了，可以见面了。明天要绑什么？我一直在想，原来是番号就让你进了哦，所以要进群组是要有人邀你，是不是？你看我们班群传来的奇怪的东西，我经营一下。好怪，我们班上班群真的超怪的。那真的是男生，那你肯定要包头吧？今天几月几号？喂，嗯，我没有想要进去啊。其实我怕有人想要进去，但是没有人邀他之类的，所以想要进去就是直接去私讯某某人之类的，随便一个人啊，就会有人邀你，是这种概念吗？乖乖 ，Hello， 在念什么东西呀、啊？这是什么？想当年我都是亮起无数星星，你可以去写作文了。你说生命中有没有珍贵？我知道，是有在里面的。哦，你退出了，你为什么退？为什么？你为什么要退出我的群？笑笑不在。可以死你，还是你从来没有在里面过？你应该有在里面过吧？用人问题人物才不会这样看清，是不是？嗯嗯，木婷，你每个人都退了，没事啦。没关系，包包头，上演包包头，可是不知道嘉义啊，嘉义会不会很冷呢、欸？嘉义应该是热的吧？嘉义是南部，对啊，那个没加什么，那个没有聊什么，那边的腿哦，冷。嘉义跟嘉义特别有缘了，是嘉义县吗？哦，完了，明天感觉是冷的，晚上是冷的，短袖短裤。我是刚睡醒吗？突然没有，我刚输了一个，它翘起来了。我确实是刚醒没多久。03 ，Hello。让我看天气好冷的感觉，准备好梯子了，什么准备好梯子了？我前几天我跟我妈说，还是我一月多我去日本玩，然后她就讲说，为什么？她说为什么你要去日本玩？她就一整个，啊，怎么又有你的事？那个公公不能带脚跟折叠椅，所以你带梯子是不是？要这样吗？现在就这样，没有梯子，你们真的是够了。欧沙卡没有说不行，就是可以。那学生会头很痛。
可是为什么我们是没有彩排啊？所以一人彩排时间，但我看我们抵达的时间是没有要给我们彩排的，还是其实有？再来带选你手，老师你没有说不行，对啊。你知道我昨天就是我那个早上的课，然后我们又去买早餐，买完之后已经上课，他已经点完名了。然后呢，老师就很过分，他就只抽了两个人位置，问我们五个人的其中两个是哪一个，就我跟另一个同学被问，你知道吗？然后我们点名进入就被改成缺课，然后我就有点不爽，我就请假嘛。然后我就请假，你知道我的理由就写吃早餐，吃早餐。怎么可以这样啊？大家一起翘，然后只记我跟另一个同学。怎么这种老师真的很欠揍？早安，晚安，没错。然后就很生气啊！后来我就整个就这样，没关系啊，你记啊，没关系啊。不是，但重点是请假的人是那个我们什么团子啊？我刚才看 reels， 什么团子店要关了还是什么的？这样写请假会过吗？会吧，我们班导很爱我们哎。然后他看到我们这群五个女生一起请假，他说：“哦，出去玩不久。”他真的很那个。我们班导很遗憾，很喜欢，很想要融入我们。你也想出去玩？嫁给我会不会太突然？大学班导人都蛮好，对啊，我也想跟我班导出去玩。我们班导感觉很赞，他是一个已经，他好像小孩子跟我年纪差不多，然后一个就是高中生这样子。大学请假只走一个形式而已，对啊，就是走一个哦，请假，班导就 OK OK， 你请，没有关系，我帮你审核过，那种感觉。明天哦，我绑包包头感觉好像也没有不行。你知道我最近我就很，因为我也不会绑什么发型，然后我就之前想要绑辫子，然后我上次公演的时候有没有要绑辫子？就姐姐看完就说：“你可以换一个发型吗？你这样看起来你像村姑。”然后我就换发型了。我后来就改马尾，然后连我同学也说：“他说我就哦，干嘛这样？不好吗？真的不好吗？”其实我已经忘记怎么绑辫子，我想说还是就直接绑两边的辫子。我练习一下，然后你们可以就好马尾好。可是我也不会绑马尾，就我不会绑那种高高马尾。我是一个手很笨的人，还是我明天去给人家弄啊？可是这样子我很亏欸，是这样吗？欸，算了。不行，辫子不是辫子，就决定是。你还没看过马尾，你明天会来吗？你有捏胶带会松掉？我不会 ，Lisa。可是我去年校长时也绑马尾，你帮我绑。你会绑哦？大学没请过假，我们去大学家里老师吗？大学老师家的撸猫？为什么？我这次校唱完之后，我想说我要去看人家中医，我要去跟人家针灸我的腰，我的腰真的好痛，那一定是贴那个三氧化是不会有用的，因为大学老师宠你哦。为什么？因为帮我当发型师嘛，我们确定会有休息室吗？谢韩吉送天使熊抱。这么好，
韩吉这么好哦，谢谢韩吉送的天使熊帮你帮我按，我不要啊，那要挂伤科，贴一块没有，可以贴两块啊，而且我发现越贴越痛哎、欸。等南瓜结束，暂停应该是宵夜。今天哦，哦对哦，你们今天好像约对不对？那字也太大了吧。成绩还行的工具人班带谁不爱？确实，我没有很爱。明天啊、哦，明天。爱心包包头超人，他明天才专题发表。哦，韩基自从娜娜就冷落这边了，没有吧？韩基搞不好很想要融入啊，对不对？是吗？我觉得是啊，可是韩基感觉就是比较独自一个人走活动的，但韩基你可以多认识朋友，我是这么想的。像我也是，我是一个大一，我不是大一人，我是大矮人，我不会想要主动认识人。韩吉每次看到我都不理人，真的，韩吉你不理笑笑我，可是你看公园都在打哈欠、欸，真的超没礼貌的。我有什么是朋友吧？真的，你们是朋友，你也都不主动认识你吗？你怎么可能？你这么。你这么一的人，完蛋！你是笑笑你，今天才去帮 TP 女番外拍，为什么？谁要你帮他拍照？这么好，羡慕了，怎么可以这样 ？JX 吧，你为什么偷偷跟人家约会？不揪。不揪，我看到哈欠哈的那么一个大，我来练习一下，等我笑笑。很乱吗？我看到外面吗？下雨点，等我一下。我最近一直躺在我的床上的时候，一直闻到有一个微微的烧焦味，我都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烧焦味，就是一个很像木炭，是木炭吗？为什么讲得越来越可怕？就很像就是那种你去啊，就很像是去拜拜完之后身上会沾染上的那个味道，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那个味道发出来的源哪里在哪里。你一是 emo 的一，你怎么的？你可能坏处是人家约你啊，人帅就是可以讲啊啊，好好哦。反的反骨比较紧，问题比较明显，没关系。我们如果要把包包头换，那个就不是重点了。我明天会早点起来用的。可是我上绑起来，你们就看不到我的发色哎、欸，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还是其实可以，就不是很不是问题点。不放弃。会吧，我觉得很有可能到时候我绑出来的，就是其实你晚上你们也看不到啦，因为晚上是黑的，对吧？舞台那么黑，我现在头发还超浅的，还有26。可以先绑上来，再绑辫子。一层一层穿进去，穿进去是什么东西？有收到礼物吗？你送什么？我应该是有收到礼物的，但是对，
他要动穿进去，那是什么发型？不想绑了。但我明天如果这样的话，经纪会讲，我不想再看到你这样披头散发。怎么办？我要绑什么？爸爸头超人气，那有没有办法啊？你记得真买给我，会那么快吗？我没有去公司。真的寄真版，真的会有人寄真版啊？写信在有哦。你的礼物是汪同学说他觉得是最赞的，他会这样讲阿姨吗？啊，我肚子叫，明天帮我绑好了。没有没有，他们人很好，他是那种开玩笑的那种。但我因为我也不知道绑什么。还是什么颜色？哦，我没有去公司啊。我看到你的信，有啊，还有，就是那时候他跟依林一起来看。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吗？我还笑我们班上的人在学我们的那个老师，超好笑的。欸，你知道我今天早上迟到，然后我进去，我一进去，我朋友就跟我讲说，他说你知道老师刚点名的时候怎样吗？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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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詹，然后我就发疯欸。然后后来你知道补点名的时候，老师也是说。某某某某某某詹，然后我没有举手，我就这样，然后他就，我真的是老师可以了，他很想跟我变好，什么意思？真的很荒谬。哎，他不点名，为什么是点出席啊？不是点迟到。还是很关心我，跟我朋友分享一下。他真的很一点就想让人家认识，没有吧？是这样吗？我朋友在这。因为你是嘉恩，所以没有迟到了，这么好。对呀，我不再伤了他的心，这么关心我。四个砧板，四个砧板，实在是很少跟你们。我只有练习的时候才会去公司。晚上吃吗？吃了。我想给你们看影片哦，但真的不行，太好笑了！你们，唉，你们都是我大学同学，可以参与到这个地方。哎呀，有卖可以防弹的砧板吗？那是什么东西？嗯，其实我现在有点紧张，明天呢，我是很怕我跳错啊。因为我们要彩排，我会更紧张。怎么办？啊！
是看你很废，我现在不知道在干嘛，我没有事情可以做。明天大概多长？舞台吗？舞台可能舞台通常都是20分，10到20分钟吧。我在焦虑，我在焦虑。有点巧。但明天好像不是那个、欸，没有那个，好像没有时间吃鸡肉饭。说彩排不能拍，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彩排。我收到的表定上面，我们是没有彩排时间的吧？好像是。然后，现在商演跳的歌是都一样了。洛克 ，Hello， 想吃鸡肉饭了。就那几首歌，某一首歌我还真的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不记得歌词，所以我等一下来背歌词。阿龟 ，Hello， 我们一样站左边吗？我的右边，对，对，没错，对哦，完全，你们站左边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我的右边，你们的左边，左边。明天是三首歌嘛？这是秘密，你猜呀、啊？通常小唱都会唱几首歌呢？你在我的左心房。你为什么不长高一点？我在菲律宾都看不到我。那你为什么不长高一点？你长高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了。像我这么用心记在位的人不多了吧？今天很美，谢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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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跟我分手，我们又没有交往，所以是偏心。小易 ，Hello， 偏心偏左心，偏左心，是有一首歌什么左心房右心室之类的这种东西啊？分手快乐，祝你快乐，哒哒哒，什么歌？好的，文森 ，Hello， 完了，我这种八大歌我都不会唱哎、欸，不知道那你在现在可以住头天，晚安，文森也喜欢史努比哦，我没有太猜。哎、欸，是这样吗？妮妮 ，Hello， 这首是巴拉吗？不是听说海底捞都会讲吗？我喜欢你可以跟我交往吗？啊，不是要跟我分手吗？空白 ，Hello， 墨迹徐阿北，明天要绑什么？要绑什么？好焦虑哦。我每次好像校长剪都这样哎、欸，我好像上次也是这样子。记得要去公司拿礼物，包包头敲人，怎么办？怎么办？包包头吗？好啊，我们真的请海底捞店员来唱，这方法还不用搭理。上次是什么时候的？去年的去年11月哦，好像那是去年的11月，11月，我看一下。我那时候开始就有在记那个行事历。11月19，那差不多哎、欸，差不多也、欸、差一天而已，完全真的是一年哎、欸，好夸张哦。一周年快乐，校唱一周年快乐，完完整整的一年。你跟我也快一年，真的吗？
最后你应该会被读的吧，应该吧，不确定，我目前是没有听到有很对。去年12月3号，你这么久了是吗？好像你是 rumor 对不对？我一直觉得你好像跟喜多是差不多时间进来的，就是那什么时候？就是那个春天音乐会，那叫春天音乐会吗？忘记了，台南什么什么忘记了，我不记得那个叫什么。明猫金鱼，接两个政府机关的广告，那个之后不知道会在哪播哎、欸，那个跟祖武哥的，祖武哥本人很帅哎、欸，很帅、欸，就是他虽然他就长得很，就是爸爸的脸，他的小孩好像跟我们差不多大，但是他就是长得很帅。都不知道会放在哪里。交通局才是大局处，什么大局处？完全不知道，超帅。但都是五万年镜头啊，五万年镜头超多。你知道五万年还跑来问我说广告出来欸，我说对啊，看了。他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还好，他应该很想说我的镜头超多之类的，那我就没有理他了，但他没讲了。你想当老师，我没有看过麻辣鲜师，你怎么觉得你只看到我？没有吧，万一有个人大特写镜头，你就偏不称他的意，没错，超派。你知道我连剪那个我自己的部分的时候，我都把那个6000的把它剪掉，我不放，我绝对不放。6000，撑哪？走心了，没有啊，我当然会走心啊，我就觉得啊，为什么我比较小，但我还是觉得啊没关系，就它就是一个广告，因为我觉得广告其实你如果真的可以留下你脸的情况下是非常难的，对，你的小心思都被我看穿了，那当然啊，我最了解他了。然后他就说我才没有，我没有这样想，但我就你有这样想。你绝对这么想，别说了。一支广告看出女团的尔虞我诈，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就在过马路的时候讲，不在讲话吗？我们在讲说啊，你数学考几分？他说：“哦，我只考21分。”我说：“哦，没关系啊，我考6分。”啊，我考6分，我的镜头比较多。我们就在创造那个剧情，然后聊到最后一些比较就是可能没办法收音进去的话题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可以换个话题吗？可以是 VS 表情吗？我不要。21跟6有差吗？有啊，一个破20，一个乘倍数乘上去，绝对是有差的，对吧？很洗脑，对啊，不行。不可以这样，他不可以洗脑啊！我们现在应该来梦之路轰炸才对。
我们要开启我们的梦之路轰炸。这是一个不能跳，但是我要在心中跳。对，六一定没有。看你呀、啊，看你。西南梦之路。你会梦之路吗？你觉得为什么现在听这首歌？最近有练新的舞蹈吗？没有。这个算新的舞蹈吗？新的舞蹈吗？原地方。三四五六七八，卡吗？还没去过握手会，得来参加一次吧。踏步，下次就来。等八单握手会好久，你要等八单握手会要干嘛？你上次只跟我介绍了你自己本人，好像你是也没讲什么啊，好像就介绍了你的个人资讯这样子。下次一定没问题。分配错误什么意思？你说张淑宇越拉差越大，就要忘记讲什么。你好像每次来都讲一样东西，好像每年都讲的差不多。或者说已经哎、欸，你不能这样子。
在不算太离谱。追逐，心灰意冷，为啥？我很好吧？心灰意冷。其实我参加过握手会，但我现在想一想，我那握手会好像没讲什么。早知道不要，我哪有骗你啊？我骗你什么？你说啊啊！就能闭嘴了吧？我为什么？冰淇淋的口味骗你？哦，对啊。有什么了不起？也参加过握手会？哦，真的。我说我卢卡，我哪有我卢卡，我是沃迪卡。人家否认了，对吧？我骗你了，我就骗你这个吧。我说我要买冰淇淋奶酒，但我后来买了苏打。那时候我还没那个啊，我还没进团，一单握手会的时候。但你们看，丽卡像好像那种小红书还是什么的，还有就是短视频。是我在隔壁按错了，没关系。鲁花枪，给你，还有头发装甜的。其实我最近有收到一个。但可能公司不会让接，就不要讲好了。现在应该好多人还不在，对啊，现在还只送了三封信，好想接哦。台风要来，网络超级烂，台风吗？超前部署，我明天再问问。不想再听更多了，再听更多越来越焦虑了。明天车程上再那个好了，再听。唉，有台风吗？没有吧，我们这里没有台风，应该不是我们这里。긴더아플리데호텔루一连热了三天，家也不放心，我就偷偷在那里。这里只有冷风，对啊，真的很。但我觉得今天好像也没有很冷诶。我今天原本是想说要穿羽绒外套出门的，但我后来就觉得好像没有冷到需要穿羽绒外套。明天感觉也不需要，就其实没有到那么冷，因为还是会有阳光。南部比较，哦，南部也很冷，南部也很冷。但我觉得我们最近就是什么校唱或活动，我们每次出去穿的衣服都不一样。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明天正常来讲应该要穿三单的有外套的制服，但好像没有。对，我上海的会冷死，天哪！现在应该都是就是基本上录那个影片的时候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我会有机会穿到新衣服吗？我吗？啊，我也想要有新衣服，只是我每次出去商演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做新衣服。我也想要有写自己名字的衣服。三单最好看，三单很漂亮啊。真的好久没看到，我记得前阵子好像有活动才穿。新 TP 来的梦想就是讲说，哦，我一定要有自己的衣服，就出来去。换掉了吗？换掉了吗？
就突然间交大的时候，刚刚就来看你，你是交大的，又卡，我今天很卡吗？为什么？哦，浪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Not my fault， 是 fault 吗？要穿防的比较重要。明天我会穿外套，得穿外套。啊，明天希望有人陪我去吃火锅。明天找人陪我去吃火锅，我要抓去吃火锅，我要抓多人。嗯，感觉 Mina 就是不太可能会找到的人。Mina 就说啊，你到我要睡觉的时间了，我要回家睡觉，你们去吃。他感觉就会这样子。我们这是家去吃火锅、哦、啊！可是已经很晚呢。他说他不要出门。你愿意去跑步，也不要吃火锅吗？黄一玲，黄一玲，黄一玲也是，他会突然，他会觉得那个，他说哈，可是那个很贵耶，干嘛一定要今天去吃之类的？他感觉会这样。黄一玲，我没有跟黄一玲去吃过饭的样子。走了啦，黄一玲。还是明天就揪他。我明天一见到他就说：“哎、欸，晚上要不要去吃火锅？”他说他住山上。对啊，他就这样讲。嗯，我昨天剪指甲，脚指甲的时候有一个没剪到，就他今天一直戳了我的脚一整天，好痛。我会拔起来，结果发现那个不是指甲，是我的肉。可是它很刺哎、欸，它看起来是指甲，不是我都拒绝它，我那个拒绝它、啊。我人这么好，我通常是人家说要不要早吃饭，我都说好的人，就算我不想去，我也说哦好啊。我可以跟安安去吃火锅，可是我不想跟你吃。是旁边白白的，没有，我觉得它绝对是，都不会拒绝人家，我不会拒绝成员，但如果是那种我不认识的人，我会拒绝啊。抱歉，我双标了，我天秤座怎么样？刚刚出来吃饭吗？不要。啊，今天好怕我身上伤。怒气声，这有跟阿雄去吃他面吗？你说熊妹吗？上次找他吃火锅啊，他就说，可是我今天跟我阿姨有约了。然后我每次早上今天吃火锅，他说我今天跟朋友约了，他都拒绝我，好不好？他一直拒绝我，我找人家他们都一直拒绝我，没有人跟我吃饭，都这样，没关系。终究还是剩下了我一个人，看看呢。我跟海洋不熟，我在反正吃饭，他就觉得我很奇怪。没有，不然只有爱人会觉得自己很奇怪而已。我真的很奇怪，熊妹朋友很多，我都比人家慢一步。他可以不要打断我的音乐吗？我的音乐播得好好的。少彤跟小孩，他们是小孩子，他们还要上课啊。问时间绝对没有像我这么 free， 然后依林肯定要打工是不是，然后我就终究剩下我一个人，没关系，早上不会拒绝我的，好像没有人不会拒绝我。大家都会拒绝我啊，我今天有事啊，我要考试耶、欸，没有，我真的都要提前预约。翁小姐，翁小姐也要上班之类的吧？
我会拒绝我，他会，他说很忙，可是我之前跟朋友约了，这样，朋友很多。找你有空，我不敢找艾伦，怕我们出去什么话都不讲。会很可怕耶，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吃饭感觉要找一个频率对的爱人，不然就是要对方会主动找话题，但我是不会主动找话题的人，所以就会是一个很尴尬的饭局。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事不好受，所以我相信同样是爱人的人也不会想要接受这种饭局，所以这种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不可能，不可能，墨鱼。四起身哦，四起身，墨鱼跟前辈很腼腆，真真吗？真真感觉朋友也超多，真真都会来看他，朋友都会来看他什么的，只剩下我一个小孤独在这。好笑，你知道真真之前祝我生日快乐的时候，我还传讯跟他讲说，墨鱼跟我聊得很来，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小慧，小慧哦，好像小慧可以哦。好，下次找吃饭找他，他感觉就会出来。找娜娜吗？我觉得我会跟娜娜频率对不上，先开始拒否人家，他就不会找我吃饭了。先拒否，燕子超那个啦、啊。你说曼宁跟我长得像，并没有，好不好？曼宁是完全的千金大小姐。反正一个法法称，我就说哦，曼宁超漂亮，他说不是我的菜，我说是我的菜，超漂亮。我的起点非常的赞，你说娜娜吗？还要请娜娜去我家？没有，我只是说说而已，我只是讲一下，很发发，我不要拒服他啦。好硬。都是艺人主动，小慧是爱人吗？小慧好像是爱人吧，就这样很活泼。有啊，那天不是发什么下课了还是什么东西？我说什么？我看一下，我记得我有回他，我那时候说什么？哦，他发了那个这样子绑上去，我说谁啦？他说是恩恩早安，他去吃火锅这样子，然后我就说你很闲，他说他下课这样，我就传了自拍给他，我说他在上课，他说美女再撑一下就要下课了，等一下就可以吃饭了，找爸爸跟我吃，爸爸还要上课啊。林跟祖祖没考虑，林林哦，林感觉白天也很忙，没有人。因为我跟你讲，我跟丽宁出去不是问题，主要是出去的时候他讲的话题可能都不是我没有很想要聊到这些话题。自拍。对啊，丽宁很难弄。丽宁出去的话题也就那几个，那聊聊我就会好累哦，可以换个话题吗？然后还是一瓶，好，这个完全是我平常不会约的人吧。不可能吧，主动开话题。李宁最近感觉很忙，应该是哦，但我有找他出去玩。很多人不对，不会把我跟一萍想在一起，我们不会是同一挂的人吧？
你那个聊人是烦恼？没有啊，他就讲说，他没讲什么，他就可能讲说他，然后可能很恐男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他就最近哦，我最近真的很恐男什么的，我就哦，哦，啊，啊，然后说，哎，你知道我学校老师怎样怎样讲，我就，嗯，哦，哎，你怎样讲，哦，好啊，哦。他们很常分享那种就是自己的那种，讲说，哦，我今天又遇到人家搭讪我，哦，真的很烦，到底要怎么才不会被人家搭讪？然后就，哦，我说你就不要穿那么好看了，就是可是我平常就穿这样啊，很烦的。阿弟不想空包啊。应该是还好，那我们一定要恐男，你知道我要被告白。他的日常生活真的是我听到已经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就这样子。他的烦恼很奢侈，虽然普普的，反正他就是想要炫耀他的生活，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炫耀。对他说，哦，你知道那个客人带女朋友跟带男朋友来，然后男朋友一直在看我。我真的很怕被客诉，然后就，好 ，OK， 没有问题。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但他应该也有讲这个吧，他一定有讲。因为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就嗯，我已经预测到他绝对会讲出哪些话了，所以我是应该讲他会讲过的事情。上个学校什么偶像心路历程，他的偶像心路历程，我一直听一次，我都OK。他感觉很常讲，因为我每次都在听他讲一样的东西，要讲很多次。你们也很常听，真的是。很好笑哎，但其实有时候听他分享，我会觉得啊，最近又做了什么啊，不错啊，做不错。我刘海好短哦，救命！这人说他有点怀疑，喜欢女生想剪短发，他讲这个，好，啊。我感觉把他当笨蛋，我没有，没有，他就讲说，他说你会被别人觉得你很笨吗？我说不会啊。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很理性吧。他说哦，因为你理性，所以看起来很聪明，所以就不会别人不会把你当笨蛋。我就哦，对啊，对啊，我要说什么啊？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我感觉。把他当笨蛋，我没有，也很好笑。他的分析很好笑，他会在电梯里面讲这件事，然后我就会这样，嗯，散发的气质嘛，酸酸快快。我有一次建议他去追我，哎，那他会追不到，因为我不喜欢，没有，因为我喜欢聪明的人。我觉得聊天的频率要对得上，抱歉，就是那种沟通事情。假如说你今天讲这件事情，然后那个他听不懂的话，我会真的蛮频率要对得上啊。笨蛋是都怪怪的，我没有把他当笨蛋啊，我没有把他当笨蛋，好不好？我只是需要找一个频率比较合的人。讲一句成语还要解释，谁受得了？我没有啊，绝对是没有的，好不好？我没有，我最笨，我最笨，我是最笨的那个笨蛋。
听起来平均分对不对？没有吧，不是这样的话，不是这样讲。有些是太聪明，然后所以我们频率对不上。就是我没有比人，我没有比他还要聪明的话，我也是跟他频率对不上的、啊。那有没有可能是这种可能性呢？也是有的吧，对吧？他其实可能是很聪明的，就是我太笨了。是我太笨，所以我跟他频率对不上。聊天要找那种会记得你所有事情，可以每天晚上去聊。吴婉玲啊，吴婉玲是这种人啊，所以我想说他很聪明啊，是我太笨了，你知道吗？有那种电影版吗？可能小时候有看过，但我现在不记得。那你觉得玲玲比我聪明吗？那肯定是没有啦。用原型思考太聪明，你什么都不懂。天哪，踏普，你可以在我面前讲句话吗？大笨蛋，你要弄，你什么都不懂，真是的。你可以这样跟我讲吗 ？Hello， 听，今天也开始优点，玲玲脸是我喜欢的脸吗？我喜欢曼玲的脸，抱歉，曼玲阿丽。你没有犹豫，我肯定是没有办法的吧？我没有，明天见，明天见，绝对没有，好不好？我不是这种人。什么作业啊？我有交吧？我有交作业吧？我怎么记得我有交？我有讲，曼玲知道我说过的，不能剪进话，帮你转告曼玲，她应该知道，因为我也很常讲。我说这么漂亮干嘛？喜欢阿丽，很漂亮哎、欸，是阿丽腿，漂亮，美女都喜欢美女，我也喜欢美女，可以多说几次。多说几次吗？我怕我说太多次之后就不漂亮了，会疲乏。人是视觉动物，对吧？哦，飙车啊！谁不喜欢美女？那你对自己有批判问题？他会讲照镜子照一照，不是说就是觉得自己很漂亮。我刚刚已经担任你是视觉动物了，怎么了？在路上看到什么吗？我自己本人是蛮喜欢看路上的美女，我最喜欢那种腿很漂亮的美女。然后身材也很匀称的美女，我就喜欢那种穿的比较少的美女。你是美女，我喜欢看你。那为什么我发现男生都看我吗？没有，哪会成为最自恋？哇的呀，不是那样，不是啊，美女也喜欢看美女啊。脖子长一点 OK 吗？脖子也长一点，脖子腿长腿漂亮又白，你一直被回头喊，为什么？不可以色色，我没有。我天哪，不要再飙车了，真的是在改管检举。你觉得哪个成员的腿最好看？腿哦。你这样讲，我现在已经没有仔细看过，因为我觉得腕也太细。
但如果要讲，就要讲自己的，对啊，就是周詹。柚子藤舞蹈社，他从小练啊。一面面，那肯定是周詹的、啊。加成是什么？原来林杰的比例，林杰吗？你知道他发那个泳衣吗？那那推我指腹，那谁谁？你说周家吗？南瓜浓汤 ，Hello 推我推果果，哦果果是真的蛮漂亮的，很细。我可以发，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像那种大捏捏，好不好？我没有那种大捏捏可以发 ，sorry 咯。我只注意泳衣的部分吗？我是注意泳衣其他的部分啊，抱歉呐、啊。哎呀，难怪怎么出现了？挂个跟不稳就要滚了。你今天很忙吗？王一林，王一林。王爱玲明天要跟我做吗？平常就很少穿短裤吧，染头发了。你不是第一个看到我的人，没办法。王爱玲明天要不要跟我去吃火锅？结束后要不要吃火锅？坐我隔壁啊？怎么了？要吗？黄爱玲，你明天要坐我隔壁吗？那两个人约会吗？没有啊，再看看有谁要一起。我都可以，有几个人我都没差，我就是想吃火锅，但我搞不好我明天就不想吃了。我只是先约个，但我不一定要约。他想吃火锅。大家当天看看没有问题，好吧？没有啊，就是先问个嘛。你们要想，很忙，明天更忙，加油，南瓜加油！他们吃醋了啦。可是我约的是你啊，对吧？这个不冲突啊。听起来更渣了，怎么办？但不冲突吧，我说的不冲突啊。直接回答，你还好，我们还好。这个 punchline， 干嘛？黄衣里面练好了、哦，没有准备，没有。就不要约我啊，反正我不赚，我也不在乎你们，开心就好啊，好啊。好吗？没有啦，晕染救你，你晕谁？不要乱晕船。难怪约，约谁？四毛约谁？约不到我约谁啊？我突然想到，我这里超多，就是那种放了好几百年的口红，我现在，哎呦 ，Oh my god， 超恶。漏油了，偏恶。直接丢掉。为什么不丢掉？因为就是放很久，但是我也没有拿起来看。然后我现在突然想到有这个地方。是全新的，丢了吧，反正不用。对啊，所以我刚把它丢掉了。断舍离，你看这个好可爱呀！哎呦，刚那只漏的油，养父他每一场约，确实。这还可以用啊，这好可爱哦，这超可爱的耶，
我觉得口期口红过期会有奇怪味道吗？好问题，这超可爱。然后这是我买了之后我从来没有拿出来用过的口红，因为我后来好像觉得那颜色不是我喜欢的颜色。是吗？你会参加生日会？是吗？你不来找我哟？那韩吉呢？你们晚上会来找我吗？金文，九点吃早餐啊？吃啊，哪次不吃？对，你会去嘉义啊？好棒！这也好久了、哦。欸，味道蛮正常的，这还可以用吗？我是不太敢用啦，丢掉。我妈一定会骂我浪费，但她已经放了很久了，我是建议不要用。那、啊、我这个国一的时候买的，要丢吗？谢谢甜甜圈，不甜甜圈，谢谢欧表上甜甜圈。韩吉真两个妹子，喜多加一个女的。一个女的，你怎么不记得人家名字？你很失礼，你就搭在人家，你不记得人家名字。可以丢了，我东西都留超久了，然后不用，其实我朋友、哦这也是全新的，各种全新的东西，好好哦，怎么那么好？那这样子，那这样子，韩吉你是要去台北载人家，再从新竹去台北载人家，再到嘉义去吗？哎、欸，我不能是，哦，我不能，那下贴第二对。第一对那个真的很 sweet 哎、欸，我觉得很酷，超赞的耶！就是认识，然后约，啊、哦、叫他搭高铁，新竹，虽然怪在滚。第一对是谁家？是林一啊，林一吧。浊水溪以北都顺路吧。同男恋爱不是会很尴尬吗？我不知道、欸，我没有这种经验过，还是你去谈完你再跟我讲怎么样？分手你至少两个粉丝，以后另一半至少要找不会讨厌犯偶像的。啊，张美姐你是略有研究就是了，真的，在妹子吗？在妹子要先把行车记录器的录音孔供的弄掉。妹子会先偷录音，同单跟对家都打妹，对，不能哎、欸，对家怎么不行？喜欢被妹子载，哎呦，妹子要载你吗？同意，至少不要讨厌犯偶像。我如果自己会犯偶像的话，我不会反对另一半犯偶像，但我可能现在讲一讲，然后我就啊不行不行，同单可以，你妹我妹，好好哦，踏普哥这么好，你怎么那么 sweet， 双标仔，对啊，我就双标，怎么样？犯偶像可以啊，犯我啊。放我啊！能不能明天载我上台北？那你不准犯偶像，但自己晕男偶的怎么说？不准你犯偶像，但晕自己晕男偶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嗯 ？Oh my god! Oh my god!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哎呀，
刚我没说啊。不是啊，啊合得来就可以吧。可以，北上有位置啊啊！我没有故意，你干嘛？笑笑，你干嘛？奇怪哎、欸，现在主名是谁？可是我晚上要北上，你要去看安安乐。他说没关系，我载你，我等一下再回去。为啥会提到这个名字？这谁？你贴出那谁？忘记忘记，谁是薛祖明？我记得我哦，艾拉哦，哦，你是故意的，故意贴在这里。有啊，我一定签过啊。上次跟我说你不认识他，我怎么会不认识他？我知道他是谁啊。毕竟这个人曾经还是被我生日会抽上台合照过的人，虽然他没有推我，但他拿着我的他那什么忘记了，他穿什么生日 T， 对，但他没有推我，那时候生日会。你都抽别人就好啊，不是啊？啊，那个抽签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啊，那个运气很强，就是那样子，是就假如说 A B C， B 是我的粉丝，然后我就会抽 C 跟 A， 还是你给他的？好像每次都这样子，几乎。旅馆的衣服吧，笑笑都给他不给我，你去跟他要啊。跟笑笑有我的照片，笑笑有我的照片 ，sweet。哦，笑笑有四毛的照片，为什么 ？sweet， sweet。但笑笑也有我的照片啊，这怎么会有猫毛？苹果 ，Hello， 好多人的照片都没发，为什么不发？你都不发我，早安。你竟然听说有辫子呢？没有啊，是准备要绑包包头，但是弄不起来。嗯，通常我国中遇到你这种人，什么我这种人，就把他袖子打结。好，你都打女生袖子的结哦，真的、哦？你在修图吧？可是我很常这样耶，然后冷的时候就这样、啊。好浪漫，这么可爱哦！这是什么学生的恋爱吗？啊，制服的恋爱，
可惜了，本人我没有体验过。拜拜，南瓜。浪漫满屋，交给我，制服的诱惑。外套借我那种啊，我没有经历过，so难过。你有，你有，你跟我分享，快点。我没有跟我这种恋爱。哎呀，好冷哦。然后呢？然后就那种，哎，某某某借我外套，我就呼啊。嗯，我本人没有发生过。但我高中的时候，我看到别人女生借别人男生的外套，我会想说。为什么不自己带？不是自己外套吗？你为什么不穿自己就好了？我是这种，又被借过外套，那我就直接抽外套。抽外套是什么？你很冷。现在都很冷，我都跟女生借外套。你那个味道很好睡啊，外套女生香。我是被借过外套啊。我只有被借过水壶而已，难怪你经历不到，直接抢走。我来说都是香味，我就不去穿它，为什么要借人家外套？修更快吧，好像是哎、欸。因为那种明明。自己有还硬要借，对啊，我就是不能理解的那种，意图明显。这件外套只能穿出你的外表，跟国中戒指，啊、这个蛮恶心的。男生外套汗臭味吗？哦，我真的国中有那种男生汗味很重，我真的是穿一个感觉，一个 feeling 是不是？不一定。我喜欢那种男生身上有那种白麝香的味道。前男友当初因为我饮料硬要全喝，我前男友当初因为我饮料硬要喝全，我觉得很棒。他得糖尿病了吗？然后女朋友也很喜欢穿外套啊。可是因为他是你女朋友啊，对吧？我的外套就是香，它不是香的、哦，一个字香。厉害的朋友就是这样 ，OK， 他都说钱，羡慕有女友，白麝香来了，白麝香吗？白麝香就是那种饭店的香皂味。看他暧昧时期借比较浪漫，现在已经一无所有，没关系。是吗？我们分手吧，我得糖尿病，不会再把你喝了。真好笑。你们还要继续聊这种话题吗？这样走不了哎、欸。怎么样？很想参一卡是不是？南瓜，不跟奶奶聊笔记了，类似这样。你很香，很喜欢这种话题吗？女大生的话题。是吗？要你我分手，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因为今天看小妹妹看这题材，我有看到，很好笑。很好笑，我也很喜欢看那种废片。然后就它都停在一个，像以后我的好像多一个字还是多几个字。999糖葫芦吗？对啊，那个超好笑的，不能再帮你吃糖葫芦呢，很超好笑，很荒谬哎、欸。我也很喜欢看那种，就是那种那叫什么，好像看似是穷小子，但他其实是一个大富豪的那种。很喜欢看那种废片。僵尸七，哎、欸，我很久没看到他们的影片了。做梦系列，你都看他的？天哪，
很不像林果会做的事，很好笑，这么反差哦。晚安。难怪你可以直接打算到我关播你再走，因为我快要关播了。面脑又要长出来了。比利兄这种留言方式根本就是借那个英文名字叫什么的吧？比利兄在哪？哦，谁啊？英文名字？你才刚来，他的这种世界无聊点，没有钱。哦，我也很喜欢这种。去读书，还、啊、你才刚来？什么？你才刚来？里面可以看到我哎、欸。我明天在啊，是你留的，嗯嗯，哎、欸，你弄不好，你不要怪我，不是我的错，没关系，你可以怪我。你就说周是周家啊，周家直播话题害我一直很想留下来聊。嗯，谢谢安永松，救救你哦！你每天都想要看到我，梦里也想。晚上看到你应该直接倒。他有活动就会在粉上留一些奇怪的哦，哦，这听起来不是我会听的歌，为什么还会在我的？哦，因为我今天播的不是我2023年的爱歌。2023年的爱歌一定是藤井风啊，不能没有藤井风哎、欸。那就要先喊留言，不用见车了。好了，就怪你了，你就怪我吧，我来承担这一切。终究是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对吧？没关系，我帮你扛，但分数还是算你的。总之明天见。对啊，那你要上下决赛是吗？有肩膀的女人好运。我肩膀真的蛮宽的、哦，我肩膀这么宽。我这肩膀是真的蛮宽的，我的比例来讲的话，我是有肩膀的女人。谢谢观众，求求你哦！可是我没有追藤井风，你怎么知道我没追踪他？我现在追踪啊。奇怪，我是音乐饭呢。喜欢这样追踪吗？按追踪。对啊，喜欢这样按吗？我也没有追踪三天两夜啊。真的吗？嗯，2024会更好吗？算命说我明年会顺顺的过。喜欢就多按几次钟。念榜，好帅啊！三两夜的，我就很喜欢那种。就是那种眼睛大大，然后鼻子挺挺，然后眉毛很浓的双眼皮大帅哥。吉米周，谢谢第十名，听起来奇怪。第九名是中影，谢谢中影。第八名是欧比王，谢谢欧比王。第七名是南瓜浓汤，谢谢南瓜浓汤。第六名是韩吉，谢谢韩吉。第五名是冰彻玄，谢谢冰彻玄。第四名是娃哈哈，谢谢娃哈哈。第三名是阿雄。谢谢阿雄。第二名 Yes 空 Yes 空 Sky。
是韩吉，谢韩吉，谢谢。今天长得像你，你说浓眉大眼吗？你浓眉大眼，挺鼻吗？然后要樱桃小嘴。我讲的是三天两夜吗？他完全符合我的审美耶。谁？你说三天两夜吗？因为我在形容他。哎、欸，你说小心吗？嗯，好，好吧。他如果在现实中，他可能真的会是我的菜，浓眉大眼。什么小心啊？不行啊，他才五岁而已，浓眉大。大眼樱桃小嘴，他没有挺鼻，他没有鼻子，与大家同在。他也喜欢漂亮的大姐姐，没有说你不是。嗯，好吧，可以。不行不行，我不喜欢，我没有很喜欢纸片人。二次元我是不会晕的。大家拜拜，明天见。明天见。然后如果要看舞台的话，我在左边，你们的左边。拜拜，消失了半小时，拜拜。